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张妈妈厨房。今日咧唔系喺张妈妈厨房喎，系跳去边度啊？跳去我厅嗰度啦。咁咧就同大家去淘宝开箱，系咪好期待咧？边个话麻麻级唔中意 shopping 啊？帮屋企换一啲新嘅气氛或者新嘅摆设，就是我最大嘅兴趣啦。好啦，我哋一齐嚟开箱啦。時間關係，我同張爸爸一齊咁樣將佢拆曬啲包裝，咁咧等大家可以睇得一清二楚。嗱，就嚟聖誕節啦，咁我想買啲聖誕嘅食物啦，嚟佈置下屋企，等屋企充滿聖誕氣氛啊嘛。所以咯，就喺撳一撳，撳嗰個聖誕食物，啊，佢彈咗好多聖誕節嘅食物出嚟俾我睇，咁我就揀咗一啲。可以佈置，首先就佈置屋企嘅門口呢個就係掛喺大門口嘅飾物啦，睇下幾靚喎，係咪？好有聖誕氣氛啦！仲有好貼心喎，仲有個掛鈎，黐喺個門嗰度，然後將佢掛喺個正門啦，個門口度，都唔錯。是不是很漂亮 OK 那呢還有我有兩個孫的嘛他們很喜歡聖誕節我就問媽媽可不可以送聖誕節送什麼給我我覺得他們應該會喜歡兩個的一個送給孫仔一個送給孫女那這個呢看起來挺漂亮啊是不是都不錯的有個公仔這樣另一對呢就 OK好完整，同埋個質地都唔差嘅，擺喺度俾啲小朋友聖誕節，咁咧裝啲禮物喺度，充滿曬聖誕節嘅氣氛，係咪好好呢？如果大家對我所買嘅產品有興趣咧，就撳落我影片呢條 link 下邊呢度，咁就知道我產品嘅資料噶啦。冬天啊嘛，所以咧買對暖粒粒嘅拖鞋啦。網上看到去咧，就覺得都幾得意咯。咁啊，裏面有啲好似啲羊毛咁咯，咁樣穿落去咧，暖粒粒。喺天冷著落去應該舒服嘅。咁接住落嚟咧，睇下呢個啦。呢張就係床單，呢個應該係枕頭袋嚟啩。一對的枕頭袋個花呢我就覺得它都不錯的那個質地呢都挺滑的同埋都挺軟熟最重要純滑那冚起上來還有呢個枕頭袋呢枕起上來會舒服一點因為很貼面的嘛是不是看看那裡面還有這個就是床單來的床單就是因為它這邊是綠色所以床單呢就襯埋綠色還有這張被袋是不是漂亮價錢呢300多元人民幣 比起我在香港看其他的整套都要1000多元的那我覺得它都很值得買的那呢我又買了一套有40元陶瓷的一些碗碟啦好像是日本款式的我又選了藍色的就想看看它的質量和大家開來看看230元一點都不貴就是這樣的瓷缸那這兩隻呢就是一些湯匙啦好似石嘅面咁樣，啲闊口的面嘅碗咁樣啦，我哋擺啲飯啊，擺啲餸啊，睇落幾靚，唔錯。好啦，全部拆曬俾大家睇下先。咁咧有啲碟啦，睇落都好啊，好實淨。我最中意呢個碗，可以食面啊，食啲湯面啊、烏冬啊，幾靚，唔錯。一套40片，230元。真的很抵另一部分未拆出來還有這個哇都很重很塞車這個砧板呢在市面都沒那麼便宜這個砧板150元還有防霉抗菌這個添
咁啊，你知我哋中國人啦，好中意誒剁啊切啊咁，呢、這個都好襟，好實淨，非常之正。呢、這個就係衣架啦。呢、這個衣架咧有咩特別呢？就係、是、因為佢呢個圓角形嘅。咁你譬如有時掛啲衫啊，或者掛啲 T 恤咧，咁咪唔會話掛到誒牙一個角位出嚟咯。呢、這個圓形咁啊，順住個膊頭位咁樣。仲有呢度咧可以掛條裙啊，或者嗰啲褲啊咁樣，都唔錯嘅。最近咧，我同我孫女咧愛上咗畫畫喎。呢一幅就是我同我孫女一齊合作嘅畫，靚唔靚？所以咧，我順便喺度買埋一盒嗰啲嗱啲色料啊，顏色料啊，佢仲有一隻啊紙，同埋兩支誒畫筆啦。嗱，拆開俾大家睇下，呢度咁多隻顏色，有兩層嘅喎，啲色都好齊全。啊！仲有呢張地氈，我孫女咧好中意只花喎，因為我同佢一齊揀啊。佢話我中意呢個嫲嫲咁，好啦，咁就揀呢張啦。呢、這個枯筍套啊，呢兩就兩個，每個$36人民幣啦，淨係個套喎，個枯筍芯唔計喎。咁我覺得啊，入咗嚟都幾好睇啊，大方啊 ，OK 啦。自從學咗淘寶網購，除咗係買到自己嘅心頭好之外咧，仲可以同我孫女一齊揀嘢啊！仲有喎，最好咧就係唔使自己搬咁辛苦啊嘛，佢會送上嚟嘅喎。仲有，如果唔啱，仲可以退貨嘅添。你話咪好好咧？好啦，正話同大家開箱咗睇咗咁多嘢啦嚇，咁今日咧而家就同大家介紹呢個茶機，你睇下係咪好清雅？面頭係一個雲石面啊！咁咧，佢仲有嗱呢度，仲有一個仲有一個櫃嘅。咁呢邊都有多一個櫃嘅喎。咁即係呢個茶機有兩個櫃啦。咁仲有喎，仲有呢啲就係啲啊凳，嗱可以有碌。俾你碌嘅，方便你推出嚟啊嘛，同埋收埋四張凳，咁仲有仲可以將佢變大嘅喎，變大咗都唔使20秒啊，幾快脆將佢鉗出嚟，好似我入邊鉗出嚟仲個 lock 住，唔會喐到佢嘅。嗰、那個櫃底咧係有個活動嘅碌俾你可以隨你去搬去邊度啊，方便你推嘅。幫我推之餘咧，譬如固定咗位置之後，嗰啲碌咧仲可以將佢 lock 實噶，咁就變咗唔會令到嗰張茶几嗰張台仔會周圍喐啦。有時啲小朋友啊，會請啲朋友仔翻嚟啊，一齊玩下傾下偈啊，或者係做下功課啊，做下啲勞作咁開大張，咁一齊大家一齊呢張台度工作係好得意咯，好玩咯。仲有呢張咧。平時咧收起就當茶機用啊嘛，係咪？咁變咗屋企咧就唔使話壓張咁大張嘅台喺度啊！你知香港地咧寸金尺土，咁啊隨時可以開大，隨時可以縮翻細，都唔錯噶。咁呢張台嘅價錢咧都係港幣2000多到啦嚇，咁啊包埋嗰個運費嘅喎。如果係有興趣，你哋都可以睇下啦。而家31就嚟嚟啦，亦都系入貨嘅好時機啊！而家有個香港家私頻道，有齊蝸居最適合嘅家私啊，免安裝、摺疊式、多功能、慳位，大家不妨參考一下啦。而家物流公司運啲大家私，仲有得減價噶。最近咧，我發現咗淘寶咧有呢個除蟲、除甲醛同埋打木架嘅服務喎。咁我呢個茶機咧，亦都係用咗呢個服務嘅。咁佢送到嚟咧，就聞到有啲好大陣嘅家私嘅甲醛味啦，同埋咧佢將呢個件家私咧係出邊咧用啲木架包住裝住啦，可以保護到我哋呢件家私咧就唔會話撞爛啊咁樣保存得好好嘅。喺家私頻道裏面咧，選擇服務頁除蟲除甲醛服務，只要選擇菜鳥官方集運，
下單購買之後呢，就可以享有免費甲醛檢測的了。如果有需要再加購除蟲服務或者是除甲醛服務，全部都會在菜鳥集運倉完成的，收貨時就無憂啦。現在還可以打木架加固，現在淘寶還有中銀信用卡的分期服務，還有免息優惠。怎樣用信用卡分期呢？我們去到淘寶購物車，選擇結算商品，點擊結算，確認訂單頁面，選擇運輸信息及地址之後，就點擊支付方式，支付方法選擇頁面，找到並選擇分期付款。如果有些人呢有很多張的中銀信用卡呢，你可以選擇分三期或者六期。現在還有些其他優惠的，天貓跨店滿減，每滿300減50，淘寶跨店滿減，每滿200減30，新人優惠最高累折90。我的私人 promo code 就是 CHE11，買滿人民幣399就減人民幣29元。我今天開箱片就做到這裡了，如果喜歡我今天的開箱片呢，就記得留言告訴我聽了。好了，記得給個 like 啦，同埋 share 啦，還有訂閱頻道，留意我 Instagram 和 Facebook。 好了，多謝大家今天收看，下次見，拜拜。